就是在新彩员排队的安心班的队伍啊，各位同学确定一下，安心班的队伍像你这样比较长，你就进会以后请怎么样蹲下坐下来，还好坐下来，那个然后生请你们现在到新彩那边，到新彩这边，等一下专门登记那个安心班的队伍长号的那个老师李老师。好，那个一班队员班往前走，走到新彩前站。啊，新彩班级，同学问一下是什么？好，其他班级，全放学生队。老师说不能再进去了。